那打字这个字太像了，很吃力的，所以要打开那个手电筒，打开手电筒。赖呀、赖那个看影片、图片的是打开手电筒。有时候就又要找字哈、要找很久。打开这个手电筒。比较不会那个也伤眼睛，才容易找到那个字啊。你看，又没有办法放大呢。又要找很久，所以要打开这个手电筒。你看，没有打开手电筒。没有，先储存了。你看没有，先储存就白费功夫了哈。你看现在没有打开手电筒，要找那个字要找很久，很吃力。你看现在看就很吃力了。刚刚找这个棋哦，找了很久。先按确定了，不然白费功了。打开手电筒。你看，新编神医华佗奇王妙智，大陆出版的嘛，大陆考古发现了，青囊书啊，竹简哦，青天白日的青，智囊团的囊，书籍的书，青囊书，